大家好，我是 Linda， 旁边是大明星，超开心，好感人。我其实是小粉丝，今天终于访到婷婴了，超开心。因为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美丽达马吉斯杯这个环彰化经典百杯，先问一下婷婴，今天就是骑完的心得是什么？哦，今天的天气比去年还要冷，嗯，啊，所以说在保暖的部分的话，我做了蛮多的，然后是出发前的时候才把一些就是骑的时候才把那个保暖的衣物全部脱掉，这样子的话会比第一个你在骑的时候你不会突然间忽冷忽热，嗯，而且这样刚好今天没有太阳，然后其实风也蛮凉，是还 OK， 但是今天的路说实在是跟去年前年都是一样，嗯，就是我去年比较宽，今年比较慢。好 ，OK。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要请问一下，如果针对新手呢，明年他们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练习或是参赛的建议？我觉得练习是一定要的，因为练不够啊，练不够大师。对，所以说一个礼拜你至少要两三天的时间是要有保持动态的那种，就是运动，尤其是在单车，嗯，然后因为这个是心肺的那个训练嘛，对。然后对于新手他们的话，我会建议说还是以自己的状况为主，然后可以参与，然后我们是以休闲那种参与活动啊，然后来凑热闹那种心情来练的话，我觉得会比较轻松，比较完善。嗯嗯嗯，就是以完赛为准，然后完赛就是英雄。对，拿到这个就很开心了。那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想要请教婷婴，就是因为今天呢，啊，在现场看到非常多的车友，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是一的加入其他的车队，然后跟人家的速度。那在这种跟车上面有没有什么礼节是我们需要注意？主要是以自己自身安全的话，跟车部分最好是不要轮子重叠。我们中间如果人家左右在换车的动作，如果万一就是太接近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有发生擦撞，然后发生摔车的意外？哦，所以说在这部分的话，就是尽量是保持在人家的后面是比较好的这样。然后如果是要坐超车的话，最好是有个声音提醒啊，就说注意啊，不然要是借坡啊，因为前面的人看不到你在哪里，哦，所以你必须要用声音去告诉他说我在哪里这样子。然后还有在对于红绿灯转弯前的时候，如果有在前方的就是车友们，如果看到有前面的标示是左弯或右弯的时候，一定要手要举高，然后往外比，一定要比久一点，让后面的人知道说，哦，左转，或者是大声喊左转哦，右转哦，停下来，这种大声的，就是放感情，放感情的喊。对，在比坑洞的时候，因为路面状况不可能是完全都是最好的，对，可能会有一些水沟盖啊，或是有小坑洞的话，就是最好是可以先提早看到一些提早，就是提早比，然后提醒一下后方的说，就是危险的路障什么的这样子，嗯，对啊，就今天的车友他们还蛮懂得那种就是小细节，所以觉得大家有越来越清楚，真的很棒，很棒，对啊，很棒。我们可不可以请婷婴教大家一下，就是在跟车骑的时候有什么手势，就是可能新手不太知道，就是例如左转右转这种，我们是怎么比的？哦，左转的话你就手腕往旁比，左转右转我是右转，左转左转，然后停下来的话，我是举高。但是我们一般车队在新的时候，我是往后举，我是往后举，然后就这样子停下来，放慢，放慢，这样子放慢，对，然后不然就是比车动啊，就是左右两边。然后如果是前面有一些路上，比如说有车子停在比较靠路边，就是需要闪过那个绕过那个车道，我们是会这样子，这样子往这边停，是往左边，往右边。啊，对对对，往左边，往右边，对。那谢谢婷婴，那我们最后呢，就鼓励一下，因为这个美丽达这个经典百杯真的非常的好玩。你参赛几年了？对，从第一次开始到现在。哇，每一年，我是现在世界冠军。哇，这就是经典百杯。那一年那个瑞克萨，那个世界冠军，然后有邀请他来骑这个环赛那种的，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骑，之后开始每一年都有参加，超棒，然后2014年到现在这样，啊，每一年的路线几乎都是一样，一定会固定有约的三千吧，巧，那个永无止境的巧，这个活动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办得非常的成功，每一年的都会有很多的人潮来参与这样，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出美的一些。而且我觉得好在说，你们三车他有去赠送补给品，对霸掌，要吃霸掌，说起来像是包子，对对，这是热的，就是热食，就暖胃，超好，对对
对对，超棒超棒。我觉得李丽达是很蛮贴心，蛮贴心为车友去着想，然后沿路上还有好多的一些补给站。嗯，对对对，还有香蕉，主要是有香蕉，香蕉是对我们在骑乘的那种能量补给是最直接、最快速吸收。一个是一个是一个右手边的帐篷就是我们完赛物资。推荐，也谢谢就是李丽达公司。在持续的有在办这场活动，我们才有机会见面，然后才有跟大家一起见面。我很不好意思，刚刚真的大家想跟我拍照，我哦，他排整个操场全部都是要跟黄婷拍照的，每个真的每个都还蛮失望，真的不好意思，不过对。下下礼拜车展，那个台北展我们去，27号我一样在美丽达，然后还有陆陆续续也会在其他摊位出现。太好了，所以粉丝们要见婷婷的话，就可以到台北车展找婷婷。还有明年大家都可以练一下车，明年来参加这个美丽达经典百 K， 就可以再来见到婷婷，请她拍照。在一起练不够好吗？对，在一起练不够吗？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婷婷。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喜欢我的影片朋友记得在影片下方按喜欢订阅 Linda Love Cycling， 同时打开小铃铛，这样 Linda 新的影片上线才会通知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